原标题是一战术让德军一战俘虏五万，可惜出现太晚，无法挽回战败命运。在旷日持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效率低下而又耗费大量人力和物资的呛壕战，如同绞肉机一般榨干大量同盟国和协约国士兵的鲜血，却往往难以取得出色的战绩和结果。在进行堑壕战之前，还得花费较长时间准备炮击，这也使得整个会战和战役的作战效率更加低下起来。面对这种情况，无论是协约国还是同盟国，上至将军下至士兵都对堑壕战产生了发自内心深处的厌恶。而在大战末期，德国将军胡蒂尔发明了一种新的战术，那就是渗透突击战术。这种新式战术能够有效地粉碎并且瓦解敌人的防线，然后将战线在一天之内向前推进20公里。在以往的时间内，想要取得这样的成绩，就得花费数千吨炮弹，并且付出数万名士兵的生命作为代价。但是在胡蒂尔将军发明的渗透突击战术面前，以往如同天堑一样的堑壕就不再是不可逾越的存在了。那么究竟什么是渗透突击战术呢？它又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辉煌而又惊人的成就呢？就让笔者带领大家领略一下渗透突击的真意，以便大家能够从中学习到什么。渗透突击顾名思义，是将部队渗透进敌人的防线，然后再进行突击作战。这种作战方式一般是将部队分为机动部队和主力部队。机动部队携带冲锋枪、轻机枪、手榴弹、迫击炮，以密集而又迅速同时又威猛的火力将敌人压制住。正面部队携带重型火炮以及其他正规军队装备的武器，负责正面牵制敌人的主力部队，负责渗透进敌人防线的机动部队迂回到敌人的侧翼，然后进行渗透，在接触到敌人之后进行突击。但是并不会恋战，而是继续深入敌阵，将敌人的防线撕开口子。而这个时候，负责正面牵制敌人的主力部队就配合机动部队进行正面进攻，从机动部队撕开的口子涌入敌人的前沿阵地，将敌人的防线一举撕裂成粉碎。然后配合不断渗透进入敌人防线深处的机动部队，不断的扩大战果，将敌人分割包围，然后进行围歼。值得一提的是，执行渗透突击的部队就是一个讲究兵种协同，同时又能够快速反应和机动的小型战斗群，或者说是合成营。合成部队也没有关系，因为它配备了工兵、炮兵、航空兵，即便是负责进行直接作战的部队，也有负责火力压制的机枪手和迫击炮手，更多的是携带手榴弹和步枪的突击步兵。这样一支军队虽然只能够算得上是简陋的合成部队，或者说是合成部队的雏形，但是其威力能够直接摧毁思想仍然停留在后拿破仑时代的机械化作战时期的一战军队了。英国战史学家里德哈特曾经说过，渗透突击就是如同洪水一样避实就虚而又充满威力，直接将敌人的防御摧毁击垮，然后使其彻底不复存在。这也充分证明了一战时期机械而又古板的近代军队已经不再适应了战场，能够快速机动并且突击能力和火力强大的军队才是合格的军队，这也是现代军队的雏形。渗透突击攻势一开始是在1917年由胡蒂尔将军指挥的德国军队面对沙皇俄国的军队主力，只花费3天时间就将对方击垮，并且让俄国人付出了25000人的代价，而自己却只付出了区区4000人伤亡的轻微代价就取得了胜利，并且迅速地攻占了南宫不落的古城李家。在1918年渗透突击开始推广到德军整体的时候，也是德国开始尝试最后一次进攻的时候。1918年影子凯撒鲁登道夫施展了鲁登道夫攻势，也被称之为春季攻势或者和平攻势。
因为俄国退出战争的缘故，将近50个师、近百万兵力的德国军队能够得以释放，然后备用在西线战场，使得德国开始首次在数量上多于协约国的联合军队。尽管美国已经正式对德国宣战，但是动员需要时间，所以离美国开始全部将自己的力量发挥出来还有一段时间。但是美国已经能够做到每个月输送近50000兵力到战场上，所以德国必须速战速决，时间被拖延就会出现问题。这次作战基本上可以被视为德国的最后一次为了夺取胜利而做出来的尝试了。在鲁登道夫攻势中，胡迪尔将军指挥着5个军的兵力，沿着索姆河两岸向海岸进攻，同时向北方和南方同时进攻，获得颇为壮观的初期成果。面对敌人的12个英国步兵师直接使用渗透突击战术，捕获了5万名俘虏之后，直接推进60公里。胡迪尔将军的推进过于迅猛，以至于负责掩护他侧翼的部队被他远远抛在了后面。在取得如此炫目的战果之后，胡迪尔将军统帅的德国军队不得不停下来，因为负责提供后勤的部队已经完全无法供应负责执行渗透突击战术的部队的后勤了。这也是鲁登道夫攻势失败的原因所在，因为后勤资源枯竭，或者后勤资源无法供应给前线的部队，导致前线部队无法进行持续的作战，后续无力，导致之前所获取的战果全部化为乌有。这也是渗透突击战术的悲哀，它诞生的太早，以至于相对应的后勤理念和后勤补给技术没有出现，所以导致它注定无法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毕竟后续无力无法持久作战是一个致命的缺点。德国因为进行了为期四年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将国家储备的资源消耗一空，又持续的被敌人包围封锁，难以获得资源支撑，以至于开始陷入崩溃的境地。在1918年鲁登道夫攻势的时候，也是做出最后一搏了。如果在战争的一开始，德军就已经发明渗透突击战术，也许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会完全不同。鲁登道夫攻势除了能够给后人借鉴以外，也能够作为证明鲁登道夫本人能力的一个实例。尽管鲁登道夫攻势失败了，但是也难以掩盖鲁登道夫作为一名战略大师和战术大师的光辉。本文作者林可百合子，公众号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未经作者本人及微信公众号这才是战争允许不得转载，违者必追究法律责任。公众号作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8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义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